生活这东西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朱芬，在我身边的就有Lui Sir，还有Jace陈海荣。Hello， 我们三个企喺度嘅都是 BU 人嚟嘅，咁所以我哋今日喺度都要跟大家咧讲下啲关于 BU 嘅事情，挑战下大家对于 BU 嘅认知喎。你哋得唔得噶？冇问题。睇下你哋识唔识答啦噃。好，好，呢条问题系咁嘅，请讲出。BU 住科必做的三件事。Yes， 女士。落九龙城食宵夜，早堂一定走堂，同埋成日有黑眼圈唔够分，一定啱。好似你住科咁样。一定啱。唔系，因为我真系成日都喺写字楼好夜走嘅。咁我哋体育系啲同学有时练波咧，练到练到十一点，咁啊完咗，同我哋落去食宵夜。呢个正正系我哋校园特色喎，我哋嘅师生关系系非常之好噶。啊，使唔使嗰个宵夜系咪女士俾钱噶？有啲奖励。佢哋交準時交功課，準時咩咧？請客都冇所謂。哇！咁著數點解我嗰陣時唔係讀雷常嘅？係啊！哎呀！好好，下一條問題啦，請講出四個同 BU 交換生計劃有關嘅地區。英美、法國、德國、比利時。哦，真係唔記得。哇！算你好彩咁啊，因為你 exchange 過係咪咧？冇錯，我嗰陣揾過好多，又有諗過去日本啦、韓國啦、台灣啦。哇！正啊，勁想去啊！喂，話時話，而家我哋學校走向國際化，我哋體育系嘅學生都會去外國實習㗎。哇！好著數，我真係想讀翻書咯。翻嚟再讀啦，唔夠遠都收你㗎。一齊讀，一齊讀。OK，OK，OK。好，跟住呢條問題係咁樣嘅，請講出 BU。三件不可不知的事。我知道我們的廁所有冷氣可以慢慢嘆，周圍都有水機，還有打風落雨水浸不用怕，因為我們是浸大的。哇，雷常說這些啊。但很可惜，很可惜的時間是夠了。看看這條是誰回答得對了。問題是這樣的，請講出三個 BU 首創的課程。我知道有中醫、體育學院和歐洲研究。好嘢啊！限時之內係答啱曬嘅。啊，體育一定要指住女上嘅。係啊，有體育就有浸大體育嘛。哇！請講出 BU 三個同創作有關嘅學系或者學院。我知喺音樂系、傳理學院同埋視覺藝術院。啊，算你啦，又係啱啱畢業嗰啲得喎。即係啱啱畢業啫嘛。係係係係，啱啱啱女上加分啊！呢條你錯啊。加果然大家都好知道 BU 里面的事情，因为 BU 里面真的有很多很有趣的东西等大家发掘的，所以等着你，你都来发掘一下吧。